这个有一天啊，这个小明小华相约一起到了这个厕所，结果呢，在厕所里面哭了，两个人都哭了，为什么？这个你要想，一定是里面的这个臭气熏天呐、眼睛受不了，是吧？错啊，在厕所里哭，这个厕所里很脏乱。正好轮到他们要去打扫那个公共区域、他们不愿意去打扫，哇，这打扫起来很累啊！错，在里面上厕所的时候，钱摆在那边，再回去找，糟了，被人家拿走了啊！小明小王很小、怎么有钱呢？错，我告诉你答案，好，因为被王妈妈打嘛。为什么被王妈妈打呢？王妈妈在洗澡。小明、小华在偷看，我的靠！